插上去就直接开，没插，那种东西都夹着。好，它也很赞。这些这几站我觉得也还不错啊，就是也用很久了，对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是啊，我觉得它你的颜色看起来没有变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有的已经绿到爆炸了。哦，这是二代哈。对，这是二代。一代比较惨。一代也很惨。我之前看那个。忘记就看也有啊，二代也会偏啊，但也会，可能我用的比较少吧。对啊，这颗状态很好，因为我也不是很超的那一种，就是不是24小时都在拍片，所以可能也有差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家里有这个可以玩的很爽。是啊，想要，因为我还有 Light Bridge， 你知道 Light Bridge 吗？哦、就那个反光板。哦，知道。那个也是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房间就很小啊，加 light bridge 就哇，整个就可以飞来飞去，然后对啊，这样子效果还不错，对啊，还蛮好，对啊，就是什么想要用都可以。啊，你要玩这个吗？这个啊，好啊。它是快收雨伞，所以你只要找一个小洞进去就可以，就是它里面是雨伞快收，那不用全部都撕开，然后再就直接，可是要用一点力，就是顶地板，我通常要顶地板嘛，顶地板会比较，因为它要有一点力，因为它那个弹簧还蛮弹的。你要确定有那个压好，这样就不用一直把它撕下来。散。对啊。我就觉得弹簧还不错，反正就是。对啊，就算很方便，比起压那个快很多。对啊。啊，你那个拉起来要小心，可能会夹到手。就是你要稍微往下压一点点，然后再压那个解锁。对对对。OK。就稍微要用一点力，因为它要把它整个撑开，不然它就会形状不对，所以要花一点力这样。啊，它的家在哪里？